各国在现实空间的活动需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约束，网络空间同样如此。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，热衷于拉圈子、建小群，将互联网变为服务地缘政治私利的工具。从美国和欧盟啊，在情报关系上来说呢，极度的不对等。欧盟它是严重的依赖美国，对美国有一种幻想，认为这个双方之间是一种盟友的关系。那等到这个斯诺登事件爆发以后呢，他就意识到对美国依赖所给自身造成的这样一种危害，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，丧失了自身的这种能力的建设。借与中国周边国家开展所谓网络安全合作之名，谋求在中国周边部署网络军事力量。